礼拜我们有讲解那个般若智慧啊，它是我们佛性啊本体所具有的，可是我们在凡尘啊都没有用。为什么？因为我们在凡尘学的太多了，那我们在凡尘所学的这一些东西啊，它全部都是虚幻不实在啊，所以我们用虚幻不实在的念头，这样子呢，般若妙智慧啊，它就掩盖，不会呈现。当我们把凡尘所学的这一些虚幻不实在的放下了，我们的般若妙智慧啊就呈现。所以呢，一定各位啊要做，万念放下，一念不生。各位回去有做了没有啊？一个礼拜了，有没有？有没有？都没有啊。哦，不猜我的讲，那是累积很久的经验哦。50年的累积，50年的经验说出来的话，虽然说出来很简单，可是各位也要实际做。当你实际做的时候啊，你就会了解啊，真的很难，很难。难不难啊？没有做哪知道难啊。哦，一定要做，哦，一定呢要啊，尽量的哈、哦，找空闲的时间呐、啊，哦，万念放下，一念不生，放下，放下，再放下，那个放不下的那个哦，就是我们不生不灭的真心本性，我们的本来面目。上次不是说得很详细了吗？有没有？那各位哈、哦，可能上个礼拜都会看，或许这个嘴唇一直哈、哦，那个舌头一直在试着这个嘴唇，哦，那有的浅浅说啊，嘿，应用不了。其实哈、哦，各位浅浅，是我们这边的哈、哦、风啊，或许在讲话，它跑进哦嘴巴里面，而且又有冷气啊，这个冷气会吸水。把这个嘴巴的哈、哦、那个水分都吸干了，所以讲话哈、哦、就有一点哦要用力啊，先哦用嘴那个舌头把嘴唇哦滋润一下，是这样的啦。哎，那个各位不要管。那很多浅显就告诉霍雪说哈、哦，因为冷气呀、啊、它会吸水分，所以哦要放哈、哦、放水呀、啊，哎，在我们现场的话哈、哦。它就会吸收那个水分，我们的身体的水分就不会消失了。所以各位假如说要了解或许那个嘴唇在动的那个情形，你去对着冷气机讲话，不停的讲话，大概不要3分钟了，你就讲不出话来，整个喉咙都干了。那个每个人都一样啦，跟营养凉不凉没关系。所以呢，啊，我们了解说，借着六祖坛经啊，来把哦我们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啊，整个都能够领悟，哦，能够呢了解，然后我们呢，从我们的不生不灭的真心啊，来修不生不灭的道，这样哦很亲切，一定会成佛。所以啊，五祖呢叫弟子们呢。哦，就是呢，其啊本心呢般若之性呐、啊，哦，各作一个偈语，哦，来呈给呢五祖看。若悟大义啊，假如说整个哦对呢那个真心佛性呐、啊、都能够了解，那就呢悟汝依法为第六代祖师，哦，佛籍啊啊竖起，赶快，哦，不得啊迟滞，不能阻塞了、啊，要快。思量呢极不重用，就是经过我们呢头脑的思量没有用，那个哈、哦、是素心呐、啊，不是我们本性，本性呢是真心不生不灭的，哦，那个真心呐、啊，哎，我们就是要领悟，哦，啊，领悟了以后说出来的话就不一样了，哎，那我们没有领悟哦，说出来的话都是死语啊，哦，生灭的。
见性之人啊，言下悉见。我们见性哦，见到真心佛性啊，就在缘语底下，就是当下哦，当下呢啊，都能够见到。所以哦，我们要了解到，见到我们佛性啊，它没有三心，就是哦，没有过去心，没有未来心，没有现在心。过去的已经过去了哦，我们不要去追，未来还没到，现在呢不住。我们说现在，哎，又过去两秒了，现在哦又过去两秒了哦，不住了。所以我们三心没有，三心没有啊，就没有四相，没有三心四相，我们当下整个佛性啊都呈现。我们真心佛性啊都呈现，因为呢没有三心哦，不被三世啊所摄受。过去世啊摄受我们不到，未来世啊摄受我们不到，现在世啊也摄受我们不到。啊，三世啊都不摄，我们佛性啊就圆满。这样了解吗？假如说我们的心啊有过去心，有未来心，有现在心，那三世啊都摄受，我们要进入六道轮回，这样了解吗？所以呢我们在啊入场生活的时候啊，就不要有三心。所以最好就是呢万念的放下，一念都不生，那没有了，没有三心啊，没有三心，没有四相啊，没有三心四相，整个圆满的佛性啊都呈现。所以刚才或许看那个歌啊，哦，真的他就讲说呢，圆满的自我，那整个就是啦，圆满的自我啊，哦，领受一切呢都是圆满的自我，没有受那个哦虚幻不实在的相。已经在里面就有真理哦，所以我们研究了以后哦，对那个哦真理的世界啊会更透彻。若如此则啊，轮刀上阵啊，亦得见之。就是呢，见性之人啊，当下呢悉见。那这样的人呐、啊，哦，他纵然拿着武器呀、啊，跟敌人在打战，哦，在战争的时候啊，他一样见性。时时刻刻呢佛性啊都呈现了，不管你身体在做什么哦，佛性都呈现。所以呢啊，从这边呢啊，我们就是了解到见性不困难，既然哦拿着刀要跟敌人打仗都可以见性，那是不是很容易哦？见性很容易啊，只要我们呢哦不住相，不住在凡凡尘的相，我们都可以进入佛性，就可以啊见到我们呢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那么众得此分呐、啊，哦，退而地相呢违约，哦，退下来以后，大家呢互相哦，互相啊互相在商量，说呢我等众人呐、啊，啊不惜呢啊这个诚心呐、啊，哦用意啊作计，将呢。啊，这个城呢，和尚啊，有何手艺啊？哦，就是呢，做寄语啊，要呈给五祖。那因为呢，他们哈、哦、私底下就讲，我们不用做了啦，我们做哈、哦、没有利益啦。哦，因为啊，神秀啊，哦上奏啊，现为教授师。现在啊啊，就是上奏哈、哦、神秀都在教导他们。那他们做的话哈、哦。就要跟上修那个神秀来争，跟上座神秀争那个位置了。所以各位前贤，我们要了解到，我们上个礼拜有讲，我们呢众生的佛性都是平等，不管什么社会地位，不管有钱没钱，全部啊从总统到流浪汉，佛性都是平等，没有差别的啦，都一样平等，人与人之间平等。哦，人与物之间平等，物与物之间呢也平等，全部都平等。所以现在的人呢、啊，为什么缺乏德性？因为啊，心啊分别啊很浓厚，分别心啊很浓厚，哦，心啊没有平等，
所以我们德性啊都没有。那我们只要呢在内心啊哦能够平等，我们尊敬啊所有的众生，就是啊尊敬诸佛，因为众生都是佛。那我们哦这个埋怨众生啊，就是谤佛、毁谤佛。我们有没有埋怨过众生？都在谤佛，知道吗？都不知道哦。这个记载在《维摩诘经》啊，《维摩诘》讲的，只要你对众生呢埋怨，你就在谤佛。不是后学发明的哦，是《维摩诘》哦，《维摩诘歌》有没有听过？哎，《维摩诘经》哦，那个呢，里面啊，《维摩诘》讲，我们众生啊，要了解到。哦，众生都是佛，那我们对众生埋怨呢、啊，就是谤佛、毁谤佛啊。所以呢，我们不要有埋怨，这样会做吗？会不会？很困难哦。不会啦，哦，大家摇头，哎，说这个不困难。可是你实际在做的时候啊，那个内心产生哈、哦、要埋怨的时候啊，要赶快自觉。自己啊，发觉啊，没事没事，没事谤佛哦，不可以谤毁谤佛。所以呢，所有的徒弟呀、啊，哦，认为一定呢，就是神秀啊，可以得到哦那个无主的那个衣钵。那么我辈啊，哦，慢坐寄送，那个三点水的慢哈、哦，跟那个我们那快慢的慢、啊、一样的意思啦、啊。欸、就是、哦、不要去做的意思、哦、不要做句。往用呢心力，知人呢、哦、文语啊，啊总呢皆习心，要把做、哦、那个句语的心啊习灭了。所以这个叫做、哦、高推圣境啊，自居啊卑屈。我们有没有这个心？说呢啊，那个成佛哦。啊，有佛的、哦、那个根基呀、啊，我们讲说啊，那个骨啊，佛的、哦、那个骨头，那我们众生呢，都是众生的骨头，哎，我们都、哦、高推圣境，认为说没有成佛的时候了，哎啊，自居呀、啊，悲屈，自己很哦那个卑下委屈呀、啊，哎，都居哦居在最底下。欸、我们谦虚是可以啦、啊、我们不要自己看不起自己，我们自己只要说看不起自己、啊、那要别人看得起我们、哦、那就不可能咯，对不对、欸、我们呢就是要先自爱才能够爱人，你都不自爱的，别人哪能够爱你啊、哦、所以一定呢要了解到、哦、我们不能 啊高推圣境，自居啊卑屈。所以呢，教我们做句语，我们就做，会的话就做。哦，那贤也，那个贤呢，就是全部了哈。全部呢，都说我等呢，以后啊，依止修师何还啊，做句，以后呢，都是要依赖哈、哦、啊那个神秀来修道。各位前贤，我们要了解哈、哦，这个依赖啊，欸、要有限度了、欸，依赖、啊。啊、最终呢，我们终是要依赖、啊、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它呢才是可靠了、哦、刚才我们看到那个八八水灾嘛、哦、那我们要了解到这个呢灾难的呈现、啊、是告诉我们、啊、要赶快修道、哦、赶快度化众生，灾难呢、哦、一直 啊绵延不绝的来，不会停止啦，而且会越多、哦，那我们呢就赶快、哦、修道，赶快把自己、啊、不生不灭的佛性呢都能够修证出来。那那一些呢是给示现、啊、给我们看、哦、一些受灾难、啊、我们也要有同理心、啊、也就是我们在受灾难一样、哦、那了解到说、哦、天地之间、啊、真的是不能依赖、啊、依赖天地、哦、有那个天灾地变啊，所以啊，要依赖我们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这样了解意思吗？哎，所以神秀呢，自己啊思维，知人呐、啊，哦，不成记者啊，
唯我以他们为教授师。那么我这个西奏记将成和尚这个增加他的压力。若不成记和尚如何呢？知我心中见解深浅。没有奏记的话呢，五子就不了解他心中见解的深浅。我曾记忆求法即善密足即恶。所以这个神秀呢，他还没有做记忆的时候他的那个分别心就已经呈现了。他说求法即善密足要呢当一代祖师那就恶。是不是分别心有没有就已经呢在他内心产生分别心有那个求法即善密祖师那个地位就是恶，这个呢就已经分别心产生了所以这样是不是没有领悟到很深的道理就是还差。切同凡心夺其身位西北，他就想那个呢要呢觅那个祖师的位置就是呢要夺位夺那个圣位那五子已经明讲了你领悟的话就要把那个衣钵传给你，所以已经明讲了不是你在夺可是呢他心中有这一种观念说呢要夺此位，所以那就不正确了那个呢内心深处观念就不正确。若不成记终不得法这个大难太难的啦，很困难。吾子堂前有布囊三间你请供奉如真化凝结金变相。那个如真是一个很会画画的人，那么要请这个人来画楞伽经。这个楞伽经各位前贤，达摩祖师从印度传来我们中国，所传的就是四卷的楞伽经。那一直到五祖的时候五祖把它那个主要的那个经典就转成金刚经。那么在之前是楞伽经因为达摩祖师说对我们中国来讲楞伽经是最适合呢在我们中国来传。可是楞伽经它比较深是实以菩萨法比较深。五祖呢把它改成金刚经比较通俗，大家都知道。画楞伽经变相以及呢五祖的血脉图就是历代祖师传承流传供养。那么神秀呢奏记成矣四度呢欲成，行至堂前心中恍惚，片身汗流泥尘不得，前后呢这个经四日，经过四天，一十三度成绩不得。所以这个叫患得患失那个心没有笃定患得患失。那么秀乃思维不如像廊下这个丝藻给下的下的写在那个布囊那个底下。那么从他和尚看见写在那个布囊就可以墙壁呢就可以这个大家都看见了那么忽若这个道好即见即出礼拜隐士呢秀奏，若道不堪，那么往向三中四年受人礼拜更修合道。所以这个在心中里面他一直在思索，这个都是生灭心他用生灭心在修道，所以这个修不成道。那么四业这个三经不使人知自执灯失寄语
南朗布壁间诚心啊所见，就是他的心啊所看到的。那么寂耶身啊是菩提师，心呢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啊勿使了尘埃。这个六祖坛经的这个寂呀，我们都呢非常熟悉。那我们呢来了解它里面的含义呀、这个第一句啊，身是菩提师，神秀啊把这个身啊它当成实在的有了，实在的这个身啊有。各位前贤，我们的身啊实在有吗？有没有？有没有？实在有吗？实相啊，实相哦，有我们哦这个身体的存在吗？这个答案哦，又是很有意思啦。为什么？因为我们这个身体呀、啊，是四大五蕴，四大，各位知道吗？五蕴呢？这个都还好，还透彻了哈。四大呢，就是水火风土，我们凡尘的哈所有元素啊。就是四大，我们凡尘所有形成万象都是四大，就是水火风土。那我们的身体呀、四大五蕴，五蕴呢、就是色受想行识。那四大跟五蕴呢、全部都是虚幻不实在，所以我们在日常生活所很亲切，在我们跟我们在一起呀、都是啊虚幻不实在。因为所有的佛经里面啊都记载说四大就是水火风土。那我们身体呀、这个血液流动的啦那个小便流汗，这个都属于水。那皮肉筋骨啊属于土，暖气啊属于火，动转运转呼吸啊属于风。那我们把四大分散各归于本来，请问我们的幻身在哪里？我们四大还给四大，所有风土啊各位都是要还给四大，对不对？我们能够拥有吗？100年以后啊我们都不在了，对不对？不能够拥有它了。假如说四大是我们可以主宰的话，那我们在最年轻最漂亮的时候啊，我们就可以主宰它，不要动了，我要这样就好，可不可能？一天一天，一年一年，一直过，对不对？很快啊，滴滴过去啊，抓不住它。所以这个我们看得见的这个身体啊，这个四大所有风土啊，众缘际会借我们用的这个都要归还给天地。所以这个不是我，不是我。那神秀他讲身呢是菩提师，已经把身体啊当成实在的我，所以这个叫做没有见性啊。我们见性的话，我们的身啊，各位前贤，我们身是什么身？叫法性身。我们心叫什么心？叫妙明心。我们真正的研究心理心法身呢就是法性身，心就是妙明心。法性身妙明心，这个才是我们的本来面目，这样知道吗？这个身体身体不是我，所以我们要说服自己说这个不是我，很困难哦。困不困难？明明是我为什么不是我？是啦，我啦，是啊，是我啦，是不是啊？
是不是啊？这个不回答是对的。为什么100年后啊，你还敢说是我不在的，对不对？都不是我了，还给天地了。所以身体不是我，要先跟自己啊说服，身体不是我。所以从身体产生的，我们感官都会当家，对不对？从身体的感官产生的当家，都不要听他的。眼睛喜欢看，耳朵喜欢听，鼻子喜欢闻啊，嘴巴喜欢吃，身体喜欢摸，意念喜欢想，这个呢都不实在，而且都叫我们造业，造了很多罪业了，然后要佛性来承担。所以这个都不要听他的话因为他是假的，要告诉自己假的，你不要花号施令，你不要呢水鬼啊当久了要当海龙王，海龙王那个是他有功德呢才可以当的呢小鬼都没有那个小水鬼啊没有，不要让他当家。我们是在凡尘啊，为什么六道轮回不行又轮回这么久？各位浅显知道多久了吗？多久？这个导还很不错呢，我们老师教得好，大家都知道6万年了这个6万年来啊，我们都在六道轮回里面啊，怎么都没有回家啊？还不想回去吗？想不想回去啊？我们要归本位，我们每一位都是佛，要归到佛的本位。只要我们把我们不健确的那个思想观念全部都去掉就好了，我们就回到佛的本位了。这样了解吗？知道归家的道路了吗？所以呢，这个我们佛老师呢一直带我们，希望我们每一位啊，都能够归到本位，都能够回家温暖的家在等我们。这个凡尘啊是苦海，我们不要沉溺沉溺在苦海里面，一定要回家，要很强烈的一定要想回家，时时刻刻告诉自己，我的志向就是要回归本位，成佛要回家。这样告诉你久了，目标就明确了，就不会被凡尘引诱。凡尘一直啊在引诱我们造业啊，所有的花名啊都在引诱我们住在凡尘。我们不能贪恋，只要贪恋凡尘啊就沾惹尘垢，那我们尘垢啊沾惹了很多啊，本性啊就不清净，那本性呢不清净啊，当然就回不去了啊。所以一定要时时刻刻呢让自己啊这个自性啊能够清净。所以我们上个礼拜讲菩提自性呢本来清净，本来就清净，你要把它染污啊染不得的但用此心，用呢菩提自性本来清净的心，用这个心啊直了成佛，很容易的，容不容易？容不容易？没精没容不辣的，我们都还没修就没力道了啦所以呢不可以我们要勉励自己，要把力道呢拿出来。所以神秀呢在第一句啊身啊是菩提师啊，就已经告诉我们他住在形象，把身当成实在的住相。那因为我们住相就要了解心就有烦恼，心一离相了，烦恼就消失了。所以只要有人骂我们我们住相住在他骂的那个内容里面绝对生气，生不生气？假如说有人骂啊，你真的是猪嘞，那我们就想啊，猪都底下细卡的头卡底下底在那个猪舍啊，很脏的，生不生气？都不生气呀，
啊、哦，修养真好嘞，哎，所以、哦、我们要了解到相是假的，虚幻哦，虚幻不实在哦，不要住。我们离相了，离开形象，哎，就可以、啊、回到本性。那回到本性呢、啊，就回到本位了哦，都是佛了。那么第二句啊，心如明镜台。这个心啊，各位前贤，我们就是要了解到我们凡尘所用的心啊，都是我们有身体以后有六根，六根呢对六尘，然后产生六识，把六识啊都当成我们的心啊，哎，我们的心是这样来的啊，所以这个来源啊不正确，它是哦因缘际会啊才呈现啊，所以我们呢哦，把这个因缘际会呈现的心啊不要。所以上个礼拜呢或许有讲说啊，我们没有六尘可以面对的时候啊就没有心了、啊、我们的心呢都是六尘呢生发出来，那当我们哦啊六根六尘都已经消失了，那请问啊我们的心在哪里？不见得，对不对？这个时候没有回答是不知道，啊都唔知呀，唔知有啊无啊吼，是不知道。所以吼，我们就是要了解。我们刚才讲啊，心就是妙明心呐、啊，妙明，妙就是不变之体，明就是随缘之用，有不变之体，有随缘之用，哦，那个才是我们要追的啦，那个就是呢，我们真心。啊、所以上个礼拜有讲、哦、妄心无体、啊啊、因为、哦、上个礼拜也没有只有讲理论、啊、没有做一个比喻、啊、所以不太容易了解，那或许呢做个比喻、啊、可能各位就比较知道说为什么、哦、妄心无体，因为呢我们这边呢、哦、有茶杯、啊、我们看到茶杯、哦、这个烧得蛮不错了哦，喜不喜欢？喜欢就是心，对不对？哎，心喜欢嘛。那么这个喜欢的心啊，叫做妄心。这个会不会变化？我们不小心啊，把它打破了。那我们还喜不喜欢？那请问啊，刚才我们喜欢的心跑去哪里？再怎么找都找不回来，对不对？所以那个叫妄心无体。我们在日常生活呢都是用这个心、啊、对着万境产生万境变化，我们的心、啊、就跟着变化，所以那个心都不真，是假的。那我们年轻人、啊哦、那个到达结婚的那个阶段，那个男女之间啊看对眼了就相爱了，对不对？啊，那个时候呢那个心啊真不真？不真啊。那个问世间哦情为何物啊，直叫人啊生死相许啊，很真，可以为他生可以为他死，真还是假？是真哦，是真的真哦。那我们有讲过这个真哦，就是世心的真心、啊、因为我们面对凡尘啊一直在变化，等到他们结婚了以后啊、哦、要打拼买房子啊，然后男的也上班女的也上班，然后两个哦各有新的环境各有新的对象啊，外遇了啦啊，不是可以为他生为他死吗？怎么会去外遇呢？所以各位就了解到就是呢随着外境的变化而变化，所以这个心、哦、不可以用，为什么？它一直在变化。仙佛来介绍了都把我们的那个内心掏出来、哦、真的是啊非常虔诚。当我们又投入社会工作的时候赚钱，
那个时候啊，那个仙佛启发我们的心啊，给他看了，把它掩盖起来，都不见了。所以哦，我们就是要了解，我们拿这一种心来修道，随着外境哦一直变化，外境呢促成我们努力，我们就非常努力；外境考验我们，我们就退下来了。这样好不好？哎，对，不好。所以我们一定呢要找到哦不生不灭的真心，那我们一定切实的来做。哦，身体是天地的物质，所有风土，我们的身啊，哦，已经是假的。那么从身产生六根，来对六尘产生六识，我们又把它当成心，啊，这个心呢又是假的，我们都在用，都被它骗了啦。所以哦，不要，全部呢都把它放下，哦，所以才叫万念放下，一念不生。这个时候啊，既没有哦，我们呐、啊、这个现在有生的观念，也没有产生对哦六境啊生下来的新的观念，全部都没有了哦，叫万念都放下啊，真的呢，一念啊不生。这个时候啊，全部啊叫做法性生，妙明心。那我们要的就是这个啦，用这个来修道，一定成。绝对成，这样听懂吗？会不会用啊？要实现哦，爱是在做哦。哎，未使个心哦，投入呢这个现象，一投入现象哦，我们得失的心就很浓厚。一得了很高兴，一失了很悲伤。所以哦，我们得失的心很浓的人啊，人啊很容易苍老。所以你看他哦。啊、哦，没有多久，你怎么老这么多？那一个人啊，表示啊，得失的心啊很浓厚。各位前贤，我们得失心浓不浓厚？浓不浓啊？哎，应该都不浓啊。为什么？或许看起来各位都很年轻，因为很年轻啊，就表示哦，我们得失心啊不浓厚。不然哦，有时候啊，这个年岁是不多了，外表形象看起来是很苍老，那就是呢，得失的心啊，很在意。我们不要在意啊，那些哦，很快都过去了，假的，真的就是啊，哦，法性生的妙明心，这个才是真的，不生不灭的心啊，我们呢就把它启发，用这个心来修道，绝对成。所以呢，从啊那个神秀讲，身呢是啊菩提寺，心呢如明镜台，我们就可以了解说，他住在哈、哦、形象，有没有住在形象？哎，那个菩提树哈、哦，各位前姐，那个菩提树啊，各位有没有看过？哦，那个株枝哈、哦、都不会上面结网，枝枝啊，滴嘟西滴嘟啊。它不会在菩提寺上面、哦、去结网，所以那个菩提寺、啊、很干净很清净、啊、那我们的、哦、身呢、啊、如菩提寺，我们也不要说它不好了，就是我们的身体、啊、把它保持的、哦、都没有行坏，没有行恶了，没有做不好。那我们凡尘，假如说所有的、哦、凡人、啊、他都不行坏，坏事不做，是不是很理想？哎，所以这个哈、哦，神秀讲出来的，给我们众生也有帮助。哎，就是身体呀、啊，你都要行善，不要作恶。所以呢，身呐、啊、是菩提寺，哎，都是很清净的。哦，然后心呐、啊，就好像哦明镜台，这个明镜啊，哎，镜子啊，各位都有照过嘛，哦，对不对？哎，我们都有照过镜子。哎，那个镜子啊，是物来则现啊，物气不留。那我们在凡尘哈、哦，应对凡尘的万事万物啊，哎，最好就是学这样，就是呢，哦，物来我们呢去应对，应对有一个刚好的窍妙，哦，刚好窍，那我们就没有造业了。那物气了哈、哦，就不留，
因为过去毕竟已经过去了，拉不回来，所以就不要留在心中。哦，物来呢则应，物去啊不留。所以这个心呐、啊，哦，如明镜台，它的意思啊，也是要我们这样。所以我们能够这样的话，哦，物来则应啊，哦，物去就不留，是不是比较哈、哦、少烦恼？烦恼很少了，对不对？所以神秀呢这个句语啊，哦，我们不能说一无是处了、啊，还是有它可取的地方。那底下呢，哦，时时勤拂拭啊，勿使惹尘埃，就是告诉我们，哦，我们时时刻刻呀、啊，要去掉、啊、心中那个不善的念头，那个负面的念头啊，都不能有，时时刻刻啊，都要去掉。哦，所以呢，时时勤拂拭，不要使它呢惹尘埃。哦，一尘埃一沾惹了啊。我们呢就不清净，那性不清净啊，没有办法回到本来、哦、所以这个、啊、神秀的句语、啊、就是这个意思。那么秀失俱了、哦、却、哦、便却、啊、归房，人总不知、啊、偷偷摸摸的、哦、那么秀复思维、哦、无子明日呢见具、啊、欢喜 即我以法有言，就是我跟佛法有缘，肉眼不堪，哦，自是啊啊，我迷，哦，自己呀、啊，哦，迷昧了，事业呀、啊、障重，哦，王业呀、啊、那个障很重，不合呢得法，哦，圣意呀、啊、难测。其实他自己本身哦没有反省啊，哦，反省到呢，他讲的句语呀、啊、没有进入法性，都是在相，哦，在身。心之相，那个假象他住得很厉害。房中思维、哦、坐卧不安，直至、啊哦、五更他五更、啊、那么子已知、啊、神秀日门未得、哦、吾子已经知道、啊、神秀呢、哦、日门未得，不见呢自信。那么天明、哦、等到呢天亮的时候、啊、吾子唤呢、哦、这个卢真呢、啊、供奉来，就是那一个画画的、哦、来、哦、像呢、啊、然然、啊、这个壁间呢、啊、绘画图像。那么忽见、啊、其迹、啊、见到这个迹、哦、报言供奉、啊哦、却不用画，跟那个卢、啊、真呢讲、哦、那个画画人讲说、啊、供奉、哦、却不用画了啦，要画呢那个嫩且、啊、变相遗址、哦啊，以及呢，五脉五指血脉图啊，那个不用了，不用画了，劳而远来，哦，让你啊这么远的地方到这个地方来，哦，经云《金刚经》里面有讲，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所以呢，我们用的很透彻呢，就是这一句呀、啊，哦，凡所有相，只要它落入形象，都是假的。各位浅显，只要落入形象啊，都不真。都是虚幻，这样了解吗？要记牢，我们记得、哦、凡所有相皆是虚幻，我们就不会烦恼。我们所烦恼呢都是住相，住相才会烦恼，所以所有相都是假的，都不真，所以不要为那个不真的相来烦恼。但留此记啊，宜人诵此，哦、就是呢记啊不要擦掉、哦、留下呢、啊、让大家来诵持，依此记修呢免堕恶道，按照这个记来修啊，不要堕入恶道。恶道各位知道吗？说说看。哦，对，就是呢畜生道、哦、然后地道、恶鬼道、三恶道。哦，按照这个句语啊，哦，身体都很清净了，然后心呢应对万事啊，哦，也都还可以，哦，没有造业，哦，所以这样的话呢，啊，不会堕入恶道了。他因为都没有哦做坏，做坏呢才会堕入恶道。所以我们修道人呢、啊，啊，对那个因果的定理呀、啊，一定要相信，有因呢就有果。哦、所以啊，我们要在因中注重因的时候啊、哦，一定要非常注重，不要呢中了、
业因，不要呢种了恶因，一定要行善。然后行善以后啊，我们呢不记在脑海，不记在脑海啊，就不会落入福报，就会呢进入我们性分的德哦，德性。所以呢，我们就是要了解到，我们都牢牢记住的话，就福报来的啦。那我们行多少善，接受多少福报。哦，所以我们了解说，按照呢神秀的句语呀、啊、来修的话，免堕恶道，哦，就不用呢堕入恶道。那么依此计修啊，有大利益，就有大利益呀、啊，可以让我们累积呀、啊，哦，那个善根。令门人呢，哦，自相礼敬，敬诵啊此句啊，即得见性。哦，就是呢，啊，这个要呢，所有那一些啊跟在身边的人呐、啊。能够呢自相哦礼敬，那么敬诵啊此句，就是诵这个句语哦，就可以啊见性。这个是鼓励呀、啊、哦，鼓励大家呢先呐、啊、种善根，你善根种多了久了，那自然呐、啊、哦我们自己呀、啊、那个根性啊哦就会比较敏锐，它锐利呀、啊，它就来领悟真理啊就比较快。门人呢啊，诵记啊，哦，皆叹啊，善哉。那么主哦，五主呢啊，这个三更呐 啊, 啊，幻秀入堂，哦，那个三更半夜的时候啊，幻呢神秀入堂。那么问他，句是啊，你做佛这个句啊，是你做的吗？那么秀呢，他就回神秀回答说，实是秀做了，哦，不敢呢妄求此位。他一开口哦。就不敢妄求职位了，是不是心中在他有那么样的想，才会那么样的讲出来，对不对？所以是他呢希望呢得到这个职位了。那么望和尚的慈悲，看弟子啊，哦有啊少智慧佛哦，看看呢弟子有没有智慧。五子呢就讲说，汝作此句啊，哦未见本性，哦还没有见到本性。直到门外啊，哦，未入啊门内，还没有进入啊这个门内，如此见解啊，哦，密无上菩提啊，了不可得。所以你这样的见解啊，要找无上的菩提，那是没有办法得到，了不可得，哦，一定没办法。像我们刚才那个解说就了解了，对不对？可不可以得到无上菩提，还差得很远哈、哦，因为它住相。哦，住在身相，住在心相，哎，都住了，没有进入啊，法性身，妙明心，没有，哎，所以哦，那个无上菩提啊，还很遥远。无上菩提啊，悉得言相，四字本心，言相，哦，我们了解啊，就是当下，当下呢，我们认识啊自己的本心，哦，认识啊自己的本心。所以这个很重要了，本心、啊、就是真心，不生不灭的真心、啊、叫做本心。那我们、哦、生活之中在用的那个四心、啊、它不是本心，它是妄心。妄是因缘汇合才有，因缘消失、啊、就没有了，所以那个心、啊、不真、哦、不是我们本心。要呢见自本性、哦，那本性呢，或者又讲过、哦、就是呢那个本来面目啊，那个就是本性。要成佛就是那个啦、哦、那个在成佛的不生不灭、哦、那时已啊不生不灭，以一切的时钟啊、哦、二六时钟，整天呢二十四个小时啊，时时刻刻啊都在中道。那中道、啊、就是我们的不生不灭真心佛性，全部呢啊都呢啊，在我们佛性之中，念念啊自见，所有啊，哦，二十四个小时啊，我们都见到自己的本性，万法无自，呈现在凡尘的哦，万象万事啊，都不会阻塞，都流通了、啊，仪容经通透，都很啊畅达通达，这样了解意思吗？哎，这个。哦、我们要了解、啊、是从本性发挥出来的、哦、万法呢都无自，一真、啊、一切真。所以呢只要我们呢修道呢、哦、我们研究性理心法到后来、啊、就是一真一切真，全部都是真、啊、
那我们现在、哦、入手的时候、啊、就要全部的相都是假，从呢假相入手，因为从假相入手不住相，不住相以后、啊、我们才又回来，回到呢有性啊必现相，我们有佛性了，它就会显现形象，所有的形象啊都是我们真心佛性，有没有听过？比较少哦，所以要了解到这个一真一切真啊，就是已经修到我们可以离相了，所有万象啊都可以离了，可以离了以后啊，我们回来回过头来，所有的万象啊都是由我们的真心所呈现，是我们的真心啊呈现形象，所以啊见相啊即是见性。那我们哦入手的时候啊是不要用这个啦哦，我们入手的时候呢，见相即是见性啊，那个都是哦不切实啦，因为我们都住相，看到形象啊哦，都说这个是漂亮的呢还是丑陋的，是老的呢还是年轻的，是男的呢还是女的，都会哦在相上啊用功夫啦。啊，我们要了解，在相上用功夫的时候啊，是产生烦恼的时候，所以那个哦不是见性啊，那个不对。要到后来已经全部知道，凡所有相都是假的，这个时候啊才能够回转到有性啊必现相。我们有佛性了就会现象，所以相啊都是佛性，那个时候才叫一真。一切真，这样知道吗？知不知道？哎，这个不敢回答的话哦，就是说要说知道嘛，还没有很透彻了哦；要说不知道嘛，哎，一点点啦，是不是这样？哦，用猜的啦。所以我们要知道，在凡尘呢，我们学呀、啊。哦，从性理心法的角度啊，哦，我们了解说，你已经透彻的明心见性啊，都不会住相，不会住相了以后啊，凡所有相，都是我们真心佛性，甚至连山河大地啊，都是我们的真心所呈现，所以叫一真，一切真，全部都真，没有假的。那个时候啊，哇！见相啊，即是见性。所以哈、哦，那个时候啊，哎，这个叫做万境啊，自如如了，很理想，整个都是真心佛性了、啊。要不要分别？不要了哈、哦，就不用分别，没有分别心了、啊。所以佛一证道哈、哦，一真一切真以后啊，没有分别心，所以啊，哎，成就了，哎，成佛了。那我们的分别心啊，是很浓厚。因为很浓厚啊，所以哈、哦，离成佛的哈、哦、那个距离呀、啊，远不远？远不远？远。哎，还很远哦。有没有要缩短？要不要？哎，要缩短。所以呢，我们就要认识真理，然后去掉呢分别心。哦，分别心你全部都去掉了，进入真理了，我们就跟呢哦那个佛的距离啊又拉近了。哦，所以呢，这个是要自己努力的。万境呢，自如如哦，刚才呢，一真一切真以后啊，这个万境啊，全部都是真心佛性、啊、所以这个时候啊，很不可思议呀、啊。所以我们要了解到，我们那个佛性啊，就是不可思议。哦，我们呢，到后来才哈、哦、业会啊，了解说很奥妙。如如之心呐、啊，哦，即是真实，如如啊，如如不动。各位浅显，我们要了解到哦，我们的真心呐、啊，它是如如不动。那或许呢，用那个哦照相机的原理呀、啊，来哦让我们了解、啊、那个如如不动的真心呐、啊。各位浅显有啊玩过相机吗？拍照拍相片有没有？大部分呢都会有也啊玩过那个照相机，
那我们呢，在那个按快门的那个一刹那，是不是镜头不能晃动？对不对？晃动的，哦，我们镜头晃动会有什么现象？哎，就是哦，那个影像会模糊，我们照出来影像模糊。那假如啊，我们的真心佛性啊，在我们的身上，是在我们的身上哈、哦，各位浅显，在我们玄关。那我们呐、啊，头有没有在动？有没有？头有没有在动？那我们头动的时候啊，我们照出来的影像是不是很模糊？那现在我们哈、哦、这个头动啊，看到万象是不是很清晰？那了解到我们如如不动的真心，了解了吗？知不知道？就是因为啊。哦，我们的真心、啊、是如如不动，所以不管我们身体再怎么动，影像都清晰，这样知道吗？哎，所以我们要知道、哦、我们那个妙明心、啊、非常宽广，宽广到整个宇宙虚空都是我们妙明心，都是真心，宽不宽广？很宽广，所以、哦、我们要赶快修，因为我们现在都把它极限在身体里面了，窄不窄？很窄。我们要把它起挖，让它出来，卖个个白的呀，哦，让它吃了，哦，我们要守住啊，玄妙的关键，不是玄关吗？有没有？哎，各位要守住啊，玄妙的关键就是呢，如如不动的真心。守得住吗？没有把握了，因为哈、哦，如如不动之心呐、啊，它是不动了、啊，可是我们的四心哦，动得太厉害，所以守不住啊。那我们呢，要降服，降服我们这个哈、哦、啊，这个动的摇动的生灭之心呐、啊，要降服哦，不生不灭呢，那个如如不动的心呐、啊。它才可以呈现，都要自己努力的啦，哦，这个是要我们自己努力的。若如是见，即是无上菩提之自性哦，能够呢，啊，到一真啊，一切真哦，万境啊，自如如，如如之心呢，即是真实。若如是见啊。即是无上菩提之自性，啊，这个地方呢，啊，是五祖讲的，所以六祖坛经里面哦，都呢把我们的啊那个佛性呢、啊，整个都呢啊阐释的非常的详细，哦，很清楚，哦，因为我们的啊这个文化背景啊都一样，所以听起来会亲切，容易懂，哦，又讲的呢没有哈、哦、拖泥带水，如且去呀、啊，哦，一两日思维。更作一记呀、啊，将来无堪。哦，汝既呢落入得门呐、啊，复汝依法，哦，执复汝这个依法。那么神秀呢，作礼而去呀、啊。哦，又经呢啊，四路，佮经过呢，过来讲，作记不成呐、啊，心中呢恍惚，神思不安，犹如呢梦中啊。哦，行坐呢不乐，所以呢，这个得失心呐、啊，还在心中啊。哎，所以哦。这个不了解的话，我们就是要了解，都是用得失生灭的心，那用那个心来，会苦了自己，会很烦恼。那么复两日、啊、又经过两天，有一童子呢，依、啊、这个对方过、欸、就是那个、啊、六子呢，在踏对的地方唱诵呢其句、啊哦、慧能呢一闻啊哦，便知此计啊，未见本性，哎，所以哈、哦，这个慧能呢，时时刻刻啊，哎，都有般若妙智慧了。一听到说啊，这无这住相，哦，没有见到本性，一听就知道了。那么虽未猛啊，教授啊，哦，早示大意。那么虽问呢，童子曰：“送则何惧？”那么童子呢，就讲说：“尔之哦，葛僚哦，不知。”大师言：世人呢，生死四大，欲得啊，传复依法，
令呢门人啊作句来看，若悟大义啊，即复啊依法为第六祖。那么神秀呢上座于哦囊然呢啊壁上呢施无相句，大师呢令人啊接诵。那么依此即修啊，免堕恶道。依此即修呢有大利益。那么慧能呢他就讲说，我意啊要诵此啊觉来生也。所以我们呢也就是要了解哦，我们在凡尘啊啊跟所有众生啊都是要啊这个好好相处哦，结个来生也哦。上人这个慧能呢啊称那个童子啊把他称上，各位浅显上人就是菩萨了哦，人之上啊哦，上人菩萨。我此哦踏对啊八个余月，未曾啊行到堂前，望呢啊上人引至啊具前礼拜。那么童子啊哦引至啊具前礼拜，慧能曰：慧能不识字啊，请哦上人围堵。那么时有啊江州北将，姓张呢啊名陆用哦，张陆用，便呢高声堵。慧能呢啊这个闻已哦，遂也。这个亦有一计呀、啊，望别家为书，说我也有一个计呀、啊哦，希望呢这个别家为我学。那么别家言：汝亦作计呀、啊，其事稀有哦，不认识的人呐、啊，他会作计。那么慧能呢，向别家言说：欲学无上菩提呀、啊，不可轻易初学哦。所以我们要记得，我们呢要学无上菩提呀、啊，就是要想成佛，不可以呀、啊。哦，轻易初学，就是哦，那个还没有学的人呐、啊，我们不要看轻，哎，就是哦，平等啦、啊，哎，一定要看成平等，哦，他是哎，这个小孩子一样，只要他讲出来都是合真理的，虽然是小孩子讲，我们也要去做，哦，那假如说呢，年岁很大呢，讲都不合真理，那我们可以不用听，哦，所以我们要了解到这个道理。哦，那个真理啊，不管是谁讲出来，我们是听真理啊，哎，不是看人。下下人啊，哦，有上上智啊，哎，就是呢，他下等哦，那个身份啊，哎，没有钱也没有社会地位，哦，那个叫下下人。可是他有上上智，最上等的智慧。哦，上上人啊，有没意志啊？哦，那上等根器的人，他有没意志？这个没意志、哦、就是盲点啦、啊哎。我们要了解到、哦、那个呢社会地位、很高又很有钱，可是呢他会有盲点，有不知道的地方啦、啊哎。那个没意志、啊、就是他呢、哦、所不知道的地方、哎。所以我们就是要了解说呢、哦、这个下下人我们不要看清。然后上上人呢，我们尊敬啊，也不要去巴结哈、哦、巴结。若亲人啊，即有无量呢哦无边罪哦，我们呢看清啊哦这个人呢，就有无量无边的罪，因为哦那个不管是下人上人呢哦，都是有佛性呐、啊，都可以成佛。那我们呢看清他了，哎，就是哦看清佛了。就有无量无边的罪。那么别家言哦，汝但呢啊，这个诵句啊，吾为汝师哦，你把句语呢这个说出来，我为你写。汝若得法呢哦，悉先呢、啊、度啊，勿忘此言。所以我们人还是很现实的啦哦，为你写是写哈、哦，你领悟还要先度哦哦。那么慧能呐、啊、哦，句曰。菩提呀、啊，本无事，明镜啊，亦非台，本来无一物啊，何次啊惹尘埃？哦，所以慧能呢啊，他这个句呀、啊，是针对的神修那个句呀、啊、来讲的，说菩提呀、啊，菩提就是觉，他没有树啊，不要走入形象哦，没有树，那明镜啊，哦，也没有一个台，它只是一个比喻而已，所以呢，明镜啊，亦非台。哦，本来都无一物啊，何次呢惹尘埃？各位浅显，这个句语啊有没有见性？有没有？有啊，有啊，
有啊。那后面那个哈、哦，那五祖讲的意味见性是骗我们吗？一代祖师可以骗人吗？可不可以？一代的祖师可以骗人吗？那既然哈、哦、五祖都讲意味见性，我们都说见的，到底见了没有啊？有没有啊？还有啊？真的有啊？我们认定了吗？认定它一定有啊。所以各位前贤，这个寄语哈、哦，它是跟神岁神秀、啊、相对，它是相对的。神秀早有，六祖早空，早空了、啊。我们按照、哦、六祖所讲的，本来无一物啊，何次惹尘埃？我们要不要修道？用不用再修道？都已经呢，本来无一物了，要不要再修？不用了哈、哦，啊，不用了，那你成佛呗？我们会成佛吗？不会。所以有没有见性？我们研究过六祖坛经呢，都讲哦，很高超，已经见性了。我们要了解到，确实我们的佛性、啊、是这样，没错了。本来无一物啊，何次惹尘埃？可是哦，我们要加一句啊，修正即不无。他这个是阐释啊，染污即不得。本来无一物啊，哦，本来无一物，何次惹尘埃啊？是在讲啊，染污即不得。就是我们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啊、你要把它染污啊，染不得，没有办法去染污啦、啊，因为它不接受你染污，所以我们只要是发现它就可以。那我们、哦啊、六道轮回太久，所造的这一些业太多，染的尘垢、啊、也不少，所以我们要了解到我们那个习性啊，已经离佛性、啊、有一段距离，所以、啊、修正即不悟，要修，要改掉、啊哦、脾气毛病。我们佛性里面、啊、没有脾气毛病、啊、可是我们现在六道轮回久了，我们呢都会沾得一点。各位有没有脾气毛病啊？多不多啊？哎，多就要努力修啊，哎，要去掉，哦，不是我们应该有的，所以我们要了解哈、哦，这个啊，六祖讲这个寄语呀、啊，哎，就是哈、哦，菩提呀、啊、本如是，菩提就是觉，哦，没有落入形象，然后明镜啊一回台，就是我们的心呐、啊，哦，那个明镜，它也没有形象，没有一个实在的存在了，所以他讲啊，全部呢。都是空、啊、都是无、啊、都是没有。各位要了解，这个没有是跟前面的有相对。各位浅显，我们不要找有，不要找空，不要找亦有亦无，也不要找亦空亦无。请问到底是有没有？有啊，他不是不要找吗？有就找了啊，有没有？还有啊，哦，这么厉害啊，有没有？还有啊，第一个不要找有啊，就已经把那个有去掉了，我们怎么还一直有呢？那表示我们不接受真理啊。所以各位要了解到，佛学这样讲哈，不着有，不着空，不着亦有亦无，不着非有非无，这个叫做哈四俱全。讲不出来对不？讲不出来叫做原理道断，
心行除灭，无法多讲啊。啊，个吼心要安那想嘛，无法多想啊。我们的本来面目啊，旧个拢出来啊啦。安尼向袂会了没？这么奥妙吼、哦，啊不奥妙？啊都无法多讲啊，无法多讲。言语道断，你能够讲的吼、哦。全部都没有进入了，到你不能够讲的时候，那个就是中道了。中道，我们要进入不生不灭佛性本体啊，就是这个。言语道断，然后心行处灭，心能够想的哦都不对了，啊，已经不能想了，不能想的。刚才不是有讲不可思议吗？不能用头脑来思，不能用嘴巴来论义啊，这样知道吗？已经啊，就全部把我们那个、哦、非常奥妙的、哦、不生不灭啊，真心整个呈现，整个呈现啊，啊，所以我们要体会就是这样。所以我们这边、哦、得天独厚，为什么？或许在台北已经讲那么久，都还没有讲到这样，还没有讲到这个程度哦。哎，我们这边答案都已经出来了。哦，所以一定呢，啊，要按照不着于形象，不着于完空。所以我们要知道哦，当我们还没有领悟啊，我们那个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啊，我们看着这个外面的空啊。它是实以完空，完空就是空之间、啊、没有东西在。那我们领悟佛性以后，我们刚才不是说如如不动吗？已经把整个佛性、啊、都推广到整个宇宙虚空，所以所有的整个宇宙虚空都是我们真心佛性、啊、所以那个空、哦、就不是完空，而是真空，空中不空了、啊，空中有佛性在，妙有不有，没有形象，这样知道吗？哦，所以呢，我们就是呢，还没有了解之前呢、啊，一定要熏习，把这个真理呀、啊，让我们哦，在八识田中啊，哎，都能够哦酝酿，让它能够呢，哦以后啊，哦能够成熟。所以啊，这个六祖的寄语啊，哦，凿空；对神秀的哈、哦、凿有，刚好合起来中道。这样了解吗？哎，不要凿空，也不要凿有，哎，刚好中道。啊，中道就是我们啊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哦，是真心佛性的本体。哎，那个中道、啊、我们要体会。诗词寄语啊，徒众呢，哦，总经呐、啊，无不呢皆样，各相未言，其哉呢不得以貌啊取人，哦，这个也是哦一样啊，瞧人不起呀、啊，哦，看那个啊六祖啊，这个啊又很矮，然后形象呢又不是呢。哦，很英俊。那么何德多识啊，使他肉身菩萨？所以这一些哦，啊，这个徒众呢，啊，这个都是用猜测。那么只见呢，众人呐、啊，哦，惊怪，恐人呢损害啊，哦，遂将呢邪差了契约，意味啊见心，哦，众以为然。所以哦，那个无耻啊，把它擦掉，说意味见心。虽然他已经讲到我们佛性的那一种状态，可是呢，直接讲的话，那就着空了。你要有辅助啊，哦，让呢我们不着相，然后也不着空，这样才是中道。他直接讲的话，就是着空，哦，要有神秀的气来相对，然后才符合中道。这样了解意思吗？哎，所以呢，我们都会有那个词。先入为止的止观、哦、意念、啊、这个有时候都是我们最大的障碍、
哦，我们就所以啊，没有办法走入真理啊，就是被自己的障碍障住了。那么次日，经过戒灯冈哦，五子啊、犬子啊、啊对方见人啊、妖死啊、聪明看到呢哦，慧能啊，他腰呢绑着一个石头哦，在聪明。那么语曰：求道之人啊，为法忘躯啊，当如是夫。哎，就是讲说我们呢，这个求道之人，就是求佛法哦，要呢成佛的人啊，为法忘躯啊，都要为呢这个佛法。哦，忘掉了自己的哦那个身躯，我们有没有到这个程度啊？哎，要呢哈、哦、为法忘躯啊，那个才叫法器，那是法器啊，才会成佛。哦，为法忘躯，就是把佛法摆在第一位。那我们呢，所有的事情啊。都摆在其后后面、哦、不重要、哦、这个呢佛法成佛最重要。乃问曰、哦、迷熟也未、哦、这个迷、啊、到底熟了没有，这个是双关语。那么慧能曰：迷熟久矣，犹欠塞在、哎、那个我们乡下呢老一辈都有用了、哦、那个塞、哎、就是、哦、把那个粗的留在呢上面啊，细的留下去那个，哦，那个工具啊，我们以前也都有。那么五子仪哦，杖击啊，对三下而去，哦，用手杖呢就击对三下。那么慧能呢，集会主义啊，领会哦五子的意思，哦，这个、啊、三根入室啊，执意啊，袈裟遮围啊，不令人见。为说呢，《金刚经》。这个在讲说《金刚经》呢，那个声音啊，可以用袈裟把它围起来吗？可不可以？声音啊，可以用布啊，哦，把它遮住吗？哎，所以这个地方呢，它就是在点到我们那个求道的那个点到，哎，所以、哦、我们就是了解，我们求道才知道，哦，我们有求道的人才知道，哦，啊，都在点到，哦，就是已经呢。啊、把那个硬壳啊，哦，硬就是你可以成佛那个哈、哦，哎，在啊那个啊慧能哈、哦、啊这个身上啊，哦去实现。智呢，应无所住啊，而生其心，慧能言下大悟。所以我们前面那个句语啊，哦，前面那个句语啊，假如说慧能六祖已经呢，都已经领悟了，都已经呢，哦见性的。为什么这边还要写哦？言下大悟，应无所住啊，就是空；而生其心啊，就是有。所以它空跟有合在一起，这样了解吗？应无所住啊，就是空，不要住；而生其心就是有哦，生心的有。啊，有是在空中哦，空中生有。所以啊、哦、不着空也不着有，这样了解吗？这样子呢、哦、言下大悟，这个时候啊才领悟啊。既然是这个时候领悟，那之前写的记忆啊会是领悟吗？所以我们从、哦、经的本身啊来探讨经的内涵、哦、就是要正确啦、啊哦、要实际的知道它的真理所在、哦、要正确。一切万法不离自性、哦、这个领悟了以后、啊、第一句话呢就是一切万法，凡尘的所有、哦、万象万事、啊、这个叫一切，所有万法不离、啊、自性，不离开我们的真心佛性，所有万象万物啊，都是真心佛性的、啊，所以哦，我们就是要了解到这个呢，哦，要到呢，我们研究一段时间以后啊，才会很透彻了解，哎，不然我们现在听到哦，都会有疑惑，山河大地为什么是我的真心？疑不疑惑？那么遂其主言，
哦，何其自性啊，本质清净。那个何啊，就是为什么；期啊，就是期待。为什么我们都期待？这个表示啊，我们所有的众生啊，都向外追求了。哦，为什么我们都期待？我们的本性，嘿，那我们呢，在一般来讲呢，这个本性啊，都会讲是佛了。为何期待啊？哦，佛。你期待这个佛，哦，本来啊，哦，他本身啊就已经呢清净，所以我们了解哦，为什么在期待我们追求外面的佛，不向自己的内心呢、啊、来追求，我们自己内心的本性啊本来就清净，就是可以成佛的，本来就是佛。那么何其啊自性啊本不生灭，哦，为什么我们用呢向外去期待？原来我们的本性啊，它本来就不生不灭，就已经在啊。所以呢，我们今天哦讲过这个啊神秀的句以后啊，我们就要把我们的虚幻的身心哦去掉，哦这个假的不要，要用呢哦法性身啊妙明心，哦这样呢就走路啊不生灭。我们自性里面的不生灭，何其自性啊！本就具足，我们的哦那个真心佛性啊，就具足成佛的条件。佛的所有一切啊，就在我们本性之中。哦，我们已经呢，全部呢都具足了。何其自性呢？本无动摇，我们的本性啊，没有摇动，没有动摇。哎，刚才我们讲哈、哦，用那个照相机的原理呀、啊，来了解说如如不动，我们那个本性呐、啊，哦，如如不动，没有动摇的。可是我们呢、啊、都没有认识了，哦，没有去呢研究。那么何其自性啊，能生万法，所有的万法都是我们哈、哦、真心佛性呢生发出来，都呢从我们的佛性啊生发，哎，所以哦。啊，这个能生万法，那么无止啊，知道已经啊，领悟本性哦。为啊，慧能曰：不是本心啊，学法无益。所以呢，我们不认识啊自己的本心啊，法没有利益呀、啊。各位先贤，认识了没？认识了没？什么样叫做本心？啊，不是刚说完吗？妙明心，哦，那个是我们本心呐、啊。哦，我们一定呢，哦，就是要啊，用我们那个妙明心。所以啊，不是本心呢，学法无益。若视自本心呐、啊，见自本性，哦，已经呢认识啊自己的本心，能够见到本性，那个心性呐、啊。哎，就一如，它本来就是同体的，即名丈夫天人师佛。所以啊，我们只要哦啊认识自己的真心了，哦，我们见到佛性了，就叫做呢啊佛了。哦，那个丈夫啊，天人师佛，那个都是佛的名号了。佛有十个名称，哦，那个是其中的三个。三经授法，人尽呢不知，哦，便呢传顿教及衣钵，啊、哦，五子呢传给哈、哦、慧能六子，云汝为呢第六代主，善自啊护念，所以哈、哦、我们就是要了解哈、哦、那个护念啊，要善自护念，就是呢保护啊我们自己不生不灭的那个真心佛性啊，因为没有形象。哦，从念头，从我们最亲切的念头啊，哦，产生，所以呢，善自护念。我们呢，了解到呢，哦，佛经里面的哈、哦、那个正念啊，就是哦，没有念头，我们没有念头就叫正念，我们有念头啊，就叫妄念，就叫邪念。所以、哦、我们假如说没有先研究一下、哦、佛经的话，这一些、这个观念、啊、我们都不会接受了。
为什么呢？我们生发的念头都是妄，哦，都不真，我们会产生怀疑啦。那我们从真理的角度啊，哦，来阐释的话，就了解说这一些啊都是变化，都随着外境变化，然后又是生灭，哦，一念来一念哦，后面呢又接着来，一念一念呢都不会停留，所以那个都不真。广度有情，哦，一定呢不要说只有善知护念了，还要广度有情。哦，所以各位浅浅，我们要了解到，哦，度化众生是很重要的。之所以能够成就啊，就是因为我们度化众生，我们发心呢，使所有众生都成佛，有很大的发心，我们才有很大的力量，然后成就呢才会很高。那假如说我们只有自私呢，想自己啊解脱就好，那成就都不大。那我们要了解，因为啊。哦，佛性都是本体，都是同体的。那我们因为哈，哦，是同体的，所有众生呢，都是我们佛性里面的众生，都是我们本体里面的众生。所以要使本体的众生都成佛，我们才成佛的。哎，所以哈，哦，要度化众生，这个很重要。把那个心啊啊开阔，哦，度所有众生呢都成佛。众生受苦了，就是佛在受苦，所以我们了解说，我们成佛了也是要度化众生，哦，要使众生呢都能够成佛，因为是一体的，哦，十方之佛啊，都同一个法身，都是同体的，哦，所以不要有分别。留步啊，将来哦，使呢这个将来的众生啊，也都能够得到无令呢断绝，哦，天无啊，哦，契约。有情呢来下种，哦，因地啊果还生，无情呢亦无种，无信呢，哦，亦无生。所以这个句语啊，哦，这个五指讲说有情，我们这个有情识的众生啊，我们有情难道有认识，哦，有情呢就是有情识，就是我们知道，哦，我们了解，我们知道完整的一切，那个叫有情，有情识。有情众生啊，知道意思吗？有情知道吗？有情啊就是众生啊，就是哦，我们有哦认识啊，会动，只要是会动的哦，都是有情啊。哦，像那个畜生的话，它也一样，它是有情，有情的众生。然后有情的众生呢，我们呢 啊下种，我们呢播下种子。种子啊啊是佛的因呐，啊，哦成啊佛的果位，那种子啊哦是善的因呐，啊，就成善的福报，哦种子啊是恶的嘞，就接受恶报，哎，所以哈，哦，看看我们下什么种子，所以有情啊来下种，那因地啊已经下种了，那果还生，果就会产生了，啊，哦那无情呢亦无种。假如说没有前世的，哦，然后呢，啊，也没有那个佛的种性，那么无性啊，亦无生，它就不会产生啊，哦，这个佛的果位了。这样了解意思吗？剩下呢是三点半到四点，有半个小时啊，就是给各位浅显哦这个提问啊，哎，有问题呢都可以提出来。可是或许先讲哦，不一定什么都知道哦，没有那么厉害哦，哦只是有关于修道方面的哈，哦，啊这个方啊这个里面的内容呢，因为或许时间呢，啊，哦这个浸润在这边很久，啊，所以呢大概啊都会知道。佛祖为慧能解说《金刚经》就是点到，但是这里没有办法看到有形象的佛灯，谢谢。所以哦，这个叫记号了，哦，那我们了解啊，这个一代祖师啊，就是啊，先佛给佛佛受记，事先成佛的给后来成佛的，给他呢受记，
这个受记啊，就不像我们现在是沾到上天大开普度，现在呢，我们是沾到啊上天大开普度，所以啊，借着这个求道的仪式，我们都还没有三千功八百果，功果圆满，没有。那先呢，让我们得到，我们才努力修，修才会成道。那历代那个单传独受的时候啊，他是已经修到程度了，成佛的程度，所以才受记。他们的受记啊，就没有像我们这样要有这一些仪式，那个是印可，就是啊，心中你已经到达，他给你印可，重点是在这里，已经承认，这样可以接受吗？还有吗？好，请说。好，那刘讲师，请问一下哈，他一开始讲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但后来又讲心真一切真，那这个是不是跟禅宗公案里面讲到说见山是山，那见山又不是山，到最后见山又是山，有没有这样子在打破一些执着的观念那种想法？ 好，谢谢，请坐。哦，这个很好。我们开始的时候啊，都有讲说见山是山，见水是水。这个时候的见山是山，见水是水啊，是着相，所以啊，很喜欢啊，到处去观光。这个是着相。那我们开始修道了以后啊，知道凡所有相都是虚妄假的，所以那个时候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为什么？因为都是佛性里面呈现的，那个都是假相，所以不真。所以山也不是山，水也不是水，那个是经过我们努力修持的时候，那么到达最后成就了以后啊，见山还是山，见水还是水，就是山自他是山，水让他是谁，山是山，水是水，你完全啊跟心跟见啊一如了。所以或许有这个在北部有跟各位前贤鼓励说修，我们可以修那个心境一如，心跟境啊已经融成一体，不换思维。我们的呢心境一如，不换思维，但不除善，积之岁月而不心开，谓之有也。就是我们呢在观照的时候啊，万境啊跟我们的心啊已经变成一个，没有境也没有心，已经融成一体。那只要呢我们做这个观照时间久了，久了以后，心跟境已经真的融成一体了，不是观照，而是真的融成一体。那个时候啊，我们就心开了，心开了以后啊，我们那个佛的果位就呈现，这样了解意思吗？所以那个时候啊，见山还是山，见水还是水，可是那个时候的山水啊，跟前面的见山是山，见水是水，住相的山水不一样，完全不一样，在心里面啊有很大的差别。前面的山水啊是外境，心外取华。后面的山水啊是整个都是内心，所以差别很大，这样了解意思吗？了不了解？这样可以吗？还有没有？好，请说。坐着就好了。因为呢这个我们要了解到这个顿教法门啊，就是从凡夫地一下子跳到佛地啊。那个渐修啊是渐次啊，有那个次第啊，慢慢来，一步一步来啊。所以这个呢就跟根器啊有关系啊。那慧能呢六祖啊所传的都是顿教，他是从凡夫地啊一下子跳到佛地。那神秀所说的呢教导弟子啊都是渐修，渐渐的一步一步修。那我们呢可以采取两个，离在顿悟，就是呢接受啊六祖的顿教，一下子到佛地。可是我们心到佛地了，我们的行为啊还没到，
所以我们行为啊，就用渐修，把那个脾气毛病啊去掉，哦，去掉脾气毛病啊，我们哦，用顿修的话，用顿教的来修的话哦，那个马上啊，马上全部要去掉，我们怕精神受不了，我们的精神啊，太激烈了啦，哎，一下子哦，所有罪过都去掉。哦，很激烈，所以哈、哦，我们就采取呀、啊，那个哈、哦、啊渐修的方式来，哦改毛病啊，去不去？这样可以了解吗？好，还有吗？都没有问题啊，很理想哦。因为有问题啊，就是我们有结打结了哦，在修道的路途啊，已经有打结，不知道怎么去哦解决，所以呢才会有问题。那假如说我们问题都没有，表示我们心通了，心呢都能够流通了，啊，心一通了哦，我们心一通了啊，就可以到佛地了，所以最重要，最重要就是心通了。哦，没有那个结，我们在凡尘啊，就是两个字啊，一个结打结了，一个哈、哦、死，驱死啊，大死那个死啊，哎，就是这两个使我们呢在六道轮回。那我们把这两个哈、哦、都去掉，这个死啊，比如说我们想要买一部车子。其实我们呢、啊，赶快、哦、去赚钱，有钱来买，那个就是、哦、已经被那个车子、哦、在驱使了。我们有什么愿望、啊、被那个愿望驱使，被他赶啊，赶着跑啊。我们有没有这个现象？我们凡尘大概都是这个啦，想要什么就赶快、哦、要想去买，啊，想去买那个就驱使，被物质啊，我们想。哦，想要享用物质，我们要先被物质享用，哎，所以哈、哦，要先去赚钱，啊，赚钱的时候啊，就驱使，就被哈、哦、那个金钱啊驱使，所以能够自由自在啊，很不容易啊，哎，啊、我们在生活之中呢，就是要尽量使自己能够呢自由自在。好，请说。何得多死，使他肉身菩萨，这一句后写不是这一段的意思吗？对，好好，因为呢，那个一般呐、啊，我们凡尘啊，都是哦以貌取人，哦以这个形象啊来哦决定这个人的成就，哦以这个形象呢来想这个人的行事风格，所以我们哦一般呐、啊、都会落入那个框。那这边呢？那弟子一看到，哦，写这个寄语出来，他就会讲说啊、哦，不得以貌取人，就是哦，不要用形象呢，哦，来啊看人的成就了。哎，那死得多死，就是不要过了多久的时间，他就会变成啊肉身菩萨，就是哦，我们的法身还在，就已经成菩萨了，叫肉身菩萨。那我们呢，很多很多前贤、啊、也都是啊肉身菩萨，所以、哦、我们、啊、要了解到，或许那个时候求道，民国63年、哦啊、元旦，啊那个时期啊，北部啊、哦、那个道场很少，啊南部呢大道场很多，啊所以呢开法会啊都带班员到南部来，那或许呢带班员到南部来开法会啊。真的是很感动了，都是一些、哦啊、年纪很大的、哦、那个欧力上欧巴上、啊、他们在慈皇在忙，都是、哦、年纪很大的，然后呢跟我们聊天的时候，他就讲说他们、哦、经过了年岁啊，这么已经这么多了，他从来没有看过死了那么久还可以生卵如眠、啊、
哦，所以我们求道的时候啊，我们就啊跟这个前贤们讲，说你只要我们求道，哦，玄关啊，正门，我们灵性的正门一打开啊，我们就可以从正门啊出入。所以哦，这个身软如棉是一个正愿。啊，老年人他们都看了这个正愿，所以死心塌地修道。你跟他讲什么道理哦？他说道理我听不懂。可是我知道这个是真的，哎，只要吼、哦、这个我们呢啊，这个佛殿啊有活动了，有开法会了，一定来帮忙抢这事要做。跟着我们现在哦，科技发达，都认为这个没什么，很多前贤都会讲，他、啊、求道跟没有求道又有什么差别？有没有差别？不但有，还很大的差别。哦，我们求道呢才可以呀、啊。哦，从正门出入，啊，所以佛学都讲，我们都吼、哦、时常听到啊，眼睛啊是灵魂之窗，啊，既然有窗就有门啊，哎，那我们没有求道的不知道正门在哪里，所以吼、哦、佛学在后天庙啊，好、哦、那个时候呢都了解说，假如说我们已经呢吼、哦、停止呼吸了，然后眼睛张开，那表示我们吼、哦。那个身体的灵性啊，是从眼睛出去的。那眼睛一出去啊，就是啊，要转世天上飞的，哦，那个飞禽小鸟，它在天上飞啊，它眼睛呢可以看到地上小虫，是不是眼睛很亮？哎，所以它在世的时候啊，都很喜欢用眼睛呐、啊。所以哦，没有正门可以出去啊。他就跳窗出去了。那假如说呢，我们这个归空的时候眼睛是闭着，那耳朵呢稍微哦张开，就表示啊，他去转世啊，那个耳朵很大的哦，那个畜生，耳朵很大什么？很多对不对？猪、马、牛、羊，耳朵大不大？大，就是转世啊，那一些耳朵很大的。那假如说哈、哦，这个眼睛的闭着，哦，这个耳朵也没有特别张开，是鼻孔，哦，鼻孔张开，那就转世啊，哦，化身蚊虫之类的。那假如说是嘴巴张开，那就尸身呐、啊，水里面的哈、哦、那个动物、啊，哎，那个在凡尘很喜欢讲话，所以各位浅显。很喜欢讲话，哎，没有求道哦，那个转世以后啊，上天会让他的嘴巴哦，哎，讲个不停呐、啊，所以就到哦水里面去转世了。那假如说哦，从泥丸宫他在凡尘啊，有在参禅打坐，哦，很努力修持，从泥丸宫出去呀、啊，当七天神仙。那从肚脐呀、啊、出去呀、啊，就是在凡尘哦，他很会做人。所以吼、哦，又让他当人，有没有遇到呢？我们在俄罗斯人哦，你就好做人，你很会做人，有没有？哎，那个上天成全大家的意思啊，又让他去当人。所以吼、哦，这个走到旁门啊，出去的都溜到轮回了，唯有从正门，我们呢求道从正门出去啊，哎，就可以到达无极里天，最理想的。啊、我们一定要修，修才会有成就、欸、不修的话就下一个缘会的种子，这样了解意思吗？还有14分钟，好，请说。我们现在修的都是六祖的顿法，但是呢，那些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他们怎么不修这个顿法？请坐。我们要了解到、哦、这个各个的喜好都不同，而且、哦、它累世之间、啊、所种的善因、啊、也不一样。虽然有很好的佛法，可是呢，假如说它善不足、啊、它就没有机缘接近。那我们要了解到能够接受上圣佛法的心许啊，就是我们累世啊，已经有种善因。我们累世没有种善因呢，哦，我们坐不住啊。
坐不住，哎，你就一直啊，那个凳子都有针啊，会刺到屁股，会痛，哎，所以就不想坐了。那我们坐得住啊，表示说呢，累世啊有累积那个善根，所以各位前学一定要知道，哦，我们要累积善，让这个善啊能够生根，让善根能够成熟。善根成熟，我们才可以接近上圣佛法。啊，你没有做出一些功夫啊，就是有摆在你的眼前，你也不接受，也不会去修了。这样了解意思吗？哎，所以我们在凡尘的所有行持啊，都很重要。哎，就是要累积善，那不要记在脑海。还有吗？好，请说。哎，坐着说就好了。哎，对。哎，刘讲师你好，或许刚刚听了你这一堂课，那或许会去看六祖大师跟神秀哦法师他们这两首句。那您提到神秀法师他的这一首句他是早有，那六祖大师这一首句是早空，可是我们发觉后来是六祖大师他得法得了一波哦，那或许会想，哎，是不是早空的他比较在程度上就比较接近这个中道，因为早有早空两者都不服中道，可是六祖大师他因缘上就有这方面的殊胜。好，谢谢刘讲师。好，谢谢谢谢谢谢。好，哦，他这个问得很好，哦，对我们大家呢这个很大的，哦啊，这个影响。因为，哦，我们要了解凿空啊是最危险，凿空啊就是消极，所以，哦，会自杀的人啊就是凿空，没有希望了，什么都没有了，是不是很危险？啊，因为呢，我们要了解哦，六祖慧能啊，那个是跟神秀的记忆相对，要把整个佛性呈现啊。虽然那个时候还没有哦，这个空跟有含在一起，没有讲中道，可是呢，啊，以那前贤问的呢，刚好是说，哎呀，凿空的人较紧接近佛性，比较接近，但是那一种错觉啦。可是我们真的在凡尘啊，哦，千万不可凿空。佛呢啊，在佛经里面讲说，宁可凿有如须弥山，须弥山很高大，对不对？啊，凿有啊很容易就，不可凿空如芥子许。芥子哦，就是菜籽啊。各位有没有种过菜？那个菜籽是不是非常渺小？啊，不能凿到很渺小的菜籽的空，不可以。为什么？没有要救了。凿有啊，很容易失功；凿空没有要救，所以不要凿空。这样了解意思吗？哎，所以这个前学问这个问题很好哦，不是凿空的人啊容易成佛，而是凿空的人哦，要赶快去守住他，预防他自杀。他既然什么都没希望了，是不是要赶快预防？哎，不要使他这个身体不见了。我们借假修真啊，身体不见了就不能修道了啊。哎，所以不要凿空，凿空很危险。还有吗？哦，哦，你是要累死那个拿麦克风的人？从这边呢，赶快跑到那边去。刘讲师好，或许想问说，妙有不有，没有形象，何谓妙有？哦，妙有，刚才我们就是有讲的哈，就是哦，这个空间里面呐，啊，有，啊，没有形象啊，这个空间里面呐，啊，有，啊，可是没有形象啊。或许呢，讲一个哈，哦，我们一般的理论，啊，
我们不是说色空不二吗？有没有？色跟空啊，它是一啊。那我们的理解，色就是有形象很明显，空就是空啊，怎么会色跟空呢？哦，是不二。那我们哦就了解到说，我们这个空间里面啊，虽然是什么都没有，可是哦，各位浅显，这个空间里面啊，它有水火风土，知道吗？假如说有一个空虚啊，哦，太阳光照进来，我们就可以看到灰尘，对不对？那个灰尘累积啊，就是土啦，哦，累积就是土，哦，然后呢，我们用冷气呀，哦，或是用除湿机呀，可以把水集中，我们就可以看到水，对不对？哦，这个空间的这个空气里面啊，有水。然后风更容易啦，你一手不动，一手动，有没有风？嘿，所以这个空间有风。然后呢，这个空间哦，哎，大家都还穿短袖嘛，对不对？有没有火？嘿，就是因为有热气呀，哎，我们感到热哦。纵然在冰天雪地哦，一样有哦那个热火。火都在，所以呢，我们这个空间里面呢、啊，有水、火、风、土，啊，这个呢，水、火、风、土啊，就叫妙有。有啊，你没有看到啊？有有有没有啊？有，这样了解吗？可以吗？还有没有问题？还剩下六分钟。好，请说，坐坐这样。这个因为啊，他已经见到本性了。哎，虽然他讲的有凿空哦，啊，确实他已经把佛性的那个状态，哦，那个菩提就是觉，不要落入形象。然后我们的心呢、啊，就是哦明镜，但是没有台，没有形象。然后真的是佛性啊，没有一个东西本来无一物，所以哦，没有地方去惹尘埃了。这个就是对本体的了解。虽然这个都是空啊，可是呢，他已经对本体的了解。所以我们在哦，这个知不知道呢？自己的真心佛性啊，在讲话之中哦，就会哦，哎，呈露出来，就会呈现了、啊。所以这个心性的东西就骗不了人。你不了解性理心法，你跟人家啊，我在我在我知道了，我知道了。可是从你的讲话，明明你不知道啊。哦，从讲话里面啊，因为言为心声，言语啊，就是我们心的声音。哦，心的声音啊，就是你的语言。啊，所以你的心是什么样状态，你的语言啊，就会讲什么。所以我们在凡尘哦，假如说很会，不用计较了，都是空的，都哦一口气不来哈，都是啊，什么也带不走，那一种人啊，他最计较。我们观察了哈，就是这样，对不对？我们一定要孝顺哦，那个人啊最不孝，所以要提广啊。推广，对不对？所以看到我们社会啊，在推广什么，那个就是我们最缺欠的啦。学校不是在推广品德教育吗？就是因为我们太差了啦，哎，所以要推广。哎，好啊，请说。刚才所说的五族为六族袈裟点到，那我们现在的人假如有这样子慧能的智慧，要不要有形象的点灯来求道？谢谢。好、哦哦、这个问题很好，各位先生，我们要了解到、哦、你有资格啊点到要接受上天的指派，上天指派啊、哦、那个天命名师，那个不是、哦、说着玩的。所以、哦、各位先生，我们点到的时候啊，也是哦，点灯师哦，然后代表老师，然后一请坛，一请坛的时候啊，我们老师就来了，
是老师借着点燃师的手把我们的玄关点开，是这样哦。老师啊，借着点燃师的手把我们的玄关点开，是一代的祖师啊在做的事哦。这样了解吗？所以我们要了解到说，我们沾到啊是上天大开普渡，因为灾劫一直平临的降到凡尘来，那不忍说呢善恶啊俱焚，不管你善不管恶啊，全部都要遭劫，所以降道整善性，降劫啊成已完。所以我们要了解到上天慈悲啦，现在还没救不复啊，现在再不救来不及了，所以就是要赶快求道。你求道了以后啊，我们那个种子都在了，很重要的不要看清啊这个我们求道的那一个仪式啊。这样了解意思吗？要知道了老师呢借着点燃师的手把我们的玄关打开。还有吗？还一分钟，好，请说。刘讲师你好。好，请说。或许请问刚才刘讲师所讲的三个问题还三个还没付啊，还一个就好啊。一个可能准时下课，说这个一针啊，那我们修这个一针啊，从哪里来才有办法达到一针？好，这样好。再来，在第二个问题说，我们要修这个日日不动，怎么做才日日不动？您刚才所讲的，由天空要走中道，我们要怎么去走？好，谢谢谢谢，因为你问的三个问题刚好是一个了。就是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本体，一个，只有一个，你的三个问题全部都是在这里，要到一真一切真走入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本体，一个，然后呢，你要到达那一个最后的那一个现象这个如如不动因为我们的真心佛性本体呀，充塞整个宇宙虚空，不用动，如如不动，所以也是一个。这样了解吗？下课了，时间到。